Dene kiawa meba tadege semde tambo kane jam majung tada chinang kando jam mane tar kando jam manga jenga nesum dan chave semje nido mo she mashige chevro mado tunji nido sem sadong nisum mebe nido de semjen tam jeje semju le yoba dela jeju dan soju madang na sando dan endoge rangshin yungmin shi de semjen tam je la yene yoba
나서 这货车上就只有我，在颠簸的路上行驶着，下车时才发现，这里的房子宽大干净，比起之前的破烂房子舒适多了。这里的食物营养好吃，比起之前的穷酸厨余好吃多了。这里的同伴活泼可爱，比起之前的孤独一人有趣多了。这里大师傅笑脸迎人，比起那离别时的泪水更让人难忘。庆幸的是我逃离了被宰杀的命运，要不是我食量大，您或许会比较温饱。在这里我也度过了安逸的十个年头，您还时不时长途跋涉，带着年迈的我一起散步聊天。谢谢您让我度过这幸福的童年，也希望您能幸福安康。大家好，凤凰花开，很快的就来到暑假咯，也有许多人毕业要开始找工作了。想请问师父，毕业生要怎么找工作，要怎么在工作中修行呢？一个人要调柔真的要磨练呢，零零角角要在苦里面磨练，不然你磨不出来啊。所以各位，要很多学生毕业说要去哪里工作，我认为工作不是钱多钱少，是你要去被磨练，但是这个磨练是有意义的，你不要去做坏的工作，宁可这个工作是慈善单位福利团体，虽然薪水不高但是很复杂，那可以磨练你的个性啊，然后条条柔柔的温温软啊，柔柔软软的去客客气气的去服务别人，服务众生。谢谢师父。接下来是两题有关师事的问题，想请问师父，施食前的招请真的会把众生招来我家吗？悲心，悲心就可以啊。不过我告诉各位，真的有众生啊，真的有众生。你喜欢做施食的人就是为了修悲心，你说不要怕众生，但是众生会来，然后你就会感受到身体很重啊，头晕，他只是拜托你，他给你的是他千分之一的痛苦的感受而已，你都动不了啊。但是你就尽一点力替他烟供施食点灯观修，这样就好。然后所以要回向这些严重的地区，那回向什么回向？自己发愿，愿我生生世世不杀生吃素，你没有做到了啊，不批评别人，不骂人啊，无嗔大悲，你要自己发愿，以这个功德融入啊，然后这是我们的责任。第二题，请问师父，为什么做完施食却总觉得头晕想吐，回向也没有用呢？功德叫圆满，叫功呢。你请问你有受五戒吗？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喝酒。你受戒圆满啊，而且心态圆满才叫功呢。我们不能说我们功德圆满，我们功德不够，
这个没有受戒，就像福报装在破的碗里面，一直流失掉啊！再来，欠人家债还没还完，我眼睛没看到，冤亲债主可多的嘞。所以在你这方面，不要觉得自己做很多了，不要觉得自己不甘愿，就要多忏悔，然后检查自己的身口意清不清净，持戒圆满没有，冤亲债主忏悔没有。话再讲回来，做一个菩萨，永远不抱怨。为什么？众生任何一个人非人众生在受苦，都是我欠他债，我不圆满。如果我圆满，跟我认识的众生皆圆满，就是阿弥陀佛。最后想请问师父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如果受八关斋戒回家后，家人却在看电视听音乐，我们该怎么办？这样算犯戒吗？没有没有，因为你没有心看，你没有心听，那就不算造业。甚至各位还不要太排斥，因为家庭生活啊，本来就如此啊。你可以把声音转为在念佛啊，在唱佛歌啊，所以能够在这种环境又能够修行，那功德超过在寺庙，就是个意思嘛。所以菩萨是不分在家出家啊，他在红尘里面不被红尘污染，还可以利用红尘度众生呢，所以我传的是大乘菩萨的八关斋戒，就是希望各位去度你家里的人，你不能排斥他们。他们在看电视，你守大乘，你可以坐在旁边，你只是利用电视剧情，看哪一点可以拿来用成谈佛法的，而且不让别人考验你，这个叫菩萨的八关斋戒，陪他们吃饭，陪他们聊天，陪他们看电视，目的呢，让他们喜欢你，然后你才可以去影响他们呢。谢谢师父精辟的讲解，海涛法师百事达，我们下期见哦。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讲座。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即是空，空即是色。